导的话，想看古典舞的话，可以点击一下我们左上角关注，可以加入一下咱们的粉丝灯牌。感谢咱们家人们的支持，感谢大家的，感谢你们的支持，谢谢。可以点击我们左上角的关注，然后大家可以加加咱们的粉丝灯牌，也可以进进我们的粉丝群哦。哈哈，我想喘口气歇会儿。这样，我换个衣服好不好？我换个衣服，你们在直播间就是聊会儿天，等一下我，我马上来，你们等一下我。左上角的关注，欢迎大家，欢迎小锤头回家，欢迎小锤头回家。没事，你们喜欢就好了，家人们。关注我是一个古典舞主播，可以加加我们的粉丝团，感谢元气，谢谢元气少女送来的爱心，感谢支持。感谢元气送来的爱心支持，感谢。稍微等一下下哟。
哦，突然好想喝牛奶哟，家人们，我一会儿要买一瓶牛奶喝。谢谢薛健，感谢可爱，谢谢支持。这是宝哥，这是新衣服，欢迎张张哥哥。你们也想喝，你们想喝，那怎么办呢？要不你把地址给我，你们把地址给我。我也没有牛奶喝，我也好想喝牛奶，家人们。感谢元气少女奶头牛啊，奶头牛是不是还得喂它吃草，每天还要牵它出去。晚上咱们一起喝好不好？你们拍照到群里，我们一起干杯，我们一起干杯。传说中的云牛奶。哦，头发都汗湿了，汗都起头皮了都。我扎一下。下播了，你们就把喝牛奶的照片发到群里，家人们，我们一起端杯好吗？我们一起端杯。当当当！哦，等一下，快下了。还要等一下下一位。家人们，我最近只能晚上直播了。家人们，我最近只能晚上直播了。白天播不了，白天要学动作。宝哥，我们还差不多还有一个小时左右。要扎，因为这个头发不好翘，太厚重了。晚上直播，白天是外。最近白天有事，看着不累。就是我连队的时候会跳一支舞，就是跳群舞，不是群舞，四个人的舞蹈，跳的是一个有点类似于爵士的。家人们，我们要不要想一个口号呀？我们要不要想一个口号呢？爵士舞，我不太会跳爵士舞，家人们。跳爵士舞略的会有点肢体不协调。跳古典跳惯了，跳个爵士就会有点奇怪。我们要不要想一个口号呀？家人们，你们的小佩仪也会走红毯哟，走过路口不要错过。宝哥，能不能在这个口号也不是不行。感谢用户，你们要不要想个口号？你们猜猜我穿什么颜色的礼服？猜一猜我穿的是什么颜色的礼服？还有吗？白色、红色。白色。多朴实的口号呀，多朴实，朴实无华。怎么说呢？可能有点接地气啊。宝哥，这个口号怎么样？腊肉腊肉。
到时候我出来了之后，腊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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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样？哇，这个衣服穿这个红色好好看啊。我们穿这个衣服出去领一把 PK， 休息一下下。怎么这么一直温柔呢？没有吧，还好。实在不行就穿，把我的这个花棉袄穿过去，在这广场中央跳一个火，跳一个火，你们看怎么，你们看怎么样？跳一个火，我们要不要连一下田思思？要不要连一下田思思？感谢时候，谢谢时候的支持，感谢鼓比鼓比鼓，感谢比鼓比鼓，感谢罗罗。没有，没有走红地毯，我们要等到十几号的时候再去，等到十几号的时候再去。十五号，我七号就要过去，对，七号不对不对，八号，我七号动身，我要提前一天去。不是北京，在成都。成都。Hello。Hello， 母头。白手吗？都可以。说了。说了跳火。说了跳火。你老家是成都的吗，宝哥？火是什么？牵手歌，哎，好，牵手是不是？下次给你安排牵手这首歌。我们就是火。现代舞啊。火，火，火，这个怎么样？我不会啊，你教我可以，你不教我我不会。要不咱们就，这个这样吧，我教你跳吧。就我说了，你教我跳。对，可以。你输了，再教我一个东西。我教你什么呢？教我。我教你唱歌。要不。没有。开玩笑，不唱歌。我们就是，我一会儿教你什么呢？要不或者我们换个别的惩罚也行，就不教了，都不教了，我们就换个别的惩罚。换个别的吧。有点困难，好像。我们输了的话就，我们玩个娱乐局，我们这样子，就是如果你输了的话，你在手心里边写一个，不，如果你我输了，你在写手心里写十二生肖，就是写在纸上写嘛，或者是在哪里写，就是然后我就猜，我猜错了我就学那个动物叫，我要是猜对了就结束了。十二生肖，可以吧？玩个这个，好，行。做蹲起嘛，输了的话就做蹲起嘛。就不玩刚刚我说的这个了，是吗？不是，我的意思说，如果猜错的话，就要还要罚是吗？猜错了的话，就学那个猜错的动物的叫声就可以了。如果叫不出来就蹲五个，好吧？好，可以。好。听懂了吗？明白了，家人们。应该是明白了。好，行，那我们重连是怎么样？重连一下。好，重连，赶紧出现。我记得成都，兔头好好吃的，兔头，我得多买几箱兔头回来。宝哥，除了兔头还有什么好吃的呢？还有什么好吃的呢？开始闭麦。好，噔噔噔噔噔。
还有什么好吃的哟，成都的宝宝们也可以在群里面推荐推荐哟。我们可以告诉我有什么好吃的，就是兔子哦，兔头哦，多吃了吃饭饭吃。我不能把自己吃胖，我还得跳舞。感谢美丽，谢谢美丽，感谢小优雅，谢谢小优雅，谢谢，谢谢子清，感谢子清，谢谢。没有一只活的兔子能跑出成都，真的吗？天哪，天哪！还好我不是兔兔。我不会停播的，我会把我的就是设备带过去，我不会停播的哟。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，喜欢的可以点点关注，我们有小爱心的可以走一下我们的小爱心。感谢人生，宝哥，你得告诉我成都哪一家兔兔好吃，就屁颠屁颠跑去买。家人们，就是我去成都了之后，我有时间的话，我就会给大家直播的哟，因为我们还要去排练，还有走红，还有就是就每天都排练，还有彩排，所以我有空我就给大家直播，好吗？时间可能不会很固定哦，不会很固定。欢迎大家，感谢小 A 的千纸鹤，谢谢小 A 的千纸鹤，有时间给我们寄兔头呢。我到时候我去逛一逛嘛，我还可能没有时间逛，可能我忙去那边，天天上午排练，下午排练，晚上直播。感谢小 A 的爱心，谢谢。你不爱吃兔子肉，那还有什么别的好吃的吗？感谢小冉姐姐送来的。谢谢小冉姐姐送来的掌上明珠，谢谢。家人们，我去了成都，你们一定要就是嘟嘟的，就是告诉我哟。感谢小冉姐姐的支持，谢谢。嘟嘟的照顾一下咱们的群，好不好？告诉我成都有什么好吃的？鱼腥草好吃，鱼腥草吃辣宝的，那个味道让我永远都无法忘却。那个鱼腥草的味道就是一言难尽，对于我来说，吃了那个折耳根，我感觉这一个星期的味道都是那个味道。但是当本地人很喜欢吃，可能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家人们，咱不得不说，臭豆腐咱们湖南人很喜欢吃，在外地他们就不喜欢，就觉得很臭，就味道有点奇怪。我们还一分五十五秒，接受不了折耳根。感谢彤彤的爱心支持，感谢你们，欢迎情缘521走进直播间。我一次成都都还没去过，我今天是第一次，长这么大第一次去成都，而且还是因为参加年度。我以前想着是我什么时候能去成都去吃好吃的，好，这机会来了，机会来了。家人们，你们可以帮我推荐一下哪里好吃的，我可能就会出现在你们推荐的地方哟。说不定还能万一偶遇，还能给我打个招呼。嗨，这是传说中的小佩仪吗？这是传说中的小佩仪吗？对，传说中的。成都欢迎你，好，谢谢你。好，最后55秒时间，家人们可以帮。放一些石头糖，来，我再给你做川菜。哇，你还会做菜，宝哥这么棒，这么厉害。成都的菜应该是偏麻辣嘛，对不对？还有火锅比较火。感谢阳光，欢迎依依不舍，尽力在外面保护好自己哦。没有，好，我一定会保护好自己的哟，我一定会保护好自己的。家人们，我们一起把它收拾，警方，我们的塔被偷了，就25秒时间，咱们警方被偷了。我们感谢一缕阳光，谢谢一缕阳光，感谢一缕阳光，欢迎翔山汲水，最后的13秒了，感谢小冉姐姐送来的掌上明珠，谢谢小冉姐姐的掌上明珠，谢谢你。94秒，家人们一起守一个塔，感谢宝哥的城堡，这是新年派对，感谢宝哥送来的新年派对，谢谢雨夜哥哥，感谢家人们帮我守塔，辛苦大家了，感谢你们，这是哇哦，哎，
你说我是你的超级英雄，出来了。再来一个。你说我是你的超级英雄，偶尔也可穿你的神奇风，心甘情愿接受这份光荣，做你身边的萤火虫。谢谢宝哥，感谢小恩姐姐，谢谢小恩，感谢杰一，谢谢可爱，感谢蛟龙飞舞，感谢雨阳光，谢谢才艺，谢谢彤彤，感谢人生，感谢我们家人们的支持，我们给榜上榜一榜二榜三都点点赞，谢谢，帅气，我们521团结，感谢宝哥，谢谢你们。好，那你写上一个就是十二生肖里边的动物，然后我来猜，看我有没有默契。完了，我没有笔。拿我的眼线笔画一把。好，可以。哇，你可以，你这个化妆刷好像挺好看的。化妆刷吗？一套。对，好看。买的是那种普普通通的那种，几个呢？你写一个，我来猜。你刚刚说你听懂了，你这个憨憨，忍不住想说你。家人们，你写一个，然后我来猜。我猜错了一个的话，就比如说你写的是什么什么，然后我没有猜对，我猜了别的，我就学那个叫。如果我学不出来，我就做五个蹲起。好，我写完了。你就写完了？对。我开始猜喽。蛇。为什么？我真的是玩这个的王者，我的天哪！有点精明。怎么假的？天哪，我太兴奋！我跟你说，我真的玩这个王子，我每次我赢了，咱们是有内奸，家人们怎么回事？我跟你们说，我玩这个真的好厉害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别人想猜我的，就得全部猜完才能猜到我的。你知道吗？我再给你，我写了两个，我第一个写的是龙，我心想龙，划掉。然后换了一个，那写个蛇吧，我就一下就猜到了，真的是，太神奇了！你要不要？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吧，不然你都没有游戏体验。你再写一个，我再来猜。我慢慢猜。对，我不一定，我不一定，因为我不信。你这么，因为我自己写这个也是第一个写的蛇，所以我试探性的写了个蛇。你不怕我看到你的笔画吗？我也偷袭，好，可以。小狗。哎，家人们，咱们有游戏体验感吗？我写的是鼠，我写的是鼠。哎，你不要告诉我呀！因为我要继续猜呀！你怎么回事？你这个憨憨，那你再写过一个，就是我等会儿学个狗叫，就是你写完之后，我一定要给你教会来，这样你可以玩。就是你写完之后嘛，然后我不是学那个动物叫吗？我猜错了之后，我继续猜，我再没猜错，我还得学。要不我们下次再玩吧，好吗？可以。这次我们就玩过了，我们下次就玩。就放过我了，是不是？对，不能暴露你这个憨憨的体质。有点暴露。好，那我学个小狗叫啊。没事。想不想？这应该是小狗，是刚出生的小狗。欢迎小锤头哥哥。好，那我们走啦，拜拜。看来我跟佩仪是有默契的，拜拜。好，我们下次再玩。一二哟。一二一，一二一。